今天早上刷微博，看到维克多公司的微博发了一个560在线封网的这个视频，我觉得很好。他这个教科书般的封网非常适合大家去学习。那大家来跟我来看一下，我也带我的徒弟练一下，看这有哪些点大家需要可以跟你们业余爱好者有共鸣的。来，拍子啊，脚步啊，来走，哎，可以了，来往前移，可以往前移，往前移，不错，不错，别跳，移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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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移动，移动，拍子拿起来，始终在前面，对，对，你看他这个那个560在做蜂王，他这个动作很小，他并没有蹦蹦蹦，而是咚咚咚咚，对吧？他的手腕、手指的力量很多，这种。压的力量很多，而不是那种锤的力量，它是那种 很短，就这种感觉的力量，很短暂。它那个碰球，来跟他做，对，对，哎，这个不错，可以，哎，不错，很好，脚步移动，对，脚步移动，很好，哎，移动，哎，很好，打完回弹要快一点啊。不错，可以。对，反正今天我觉得这个560的这个蜂网视频特别符合就是业余爱好者的一个训练需求，它的移动，对吧？移动，整个移动很好。然后它还有一个很棒的是它的动作很小，而且拍拿得很快，而且它整个的眼神和角度是刚刚好面对那个出球那个点，它那个就是身体的这个重心掌握的非常的好。今天的训练笔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支持。更多羽毛球教学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"羊城大神"。谢谢大家支持。